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91面。十乘万法，我们看第四啊，第四啊、第四是破法变啊，破法变者，为以三观能破之法。变破诸惑也，这是总说啊。什么叫破法变啊？三观是能破，诸惑是所破啊。也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些烦恼断掉啊？藏通二教。这小乘，藏教是小乘，啊，天台讲四教，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分为四个阶段，啊，藏通别圆，啊，叫四教义。藏教是小乘，通教。是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啊，就是大小乘的一个衔接，啊，这二教啊，但用空观，啊，观诸法总相，啊，一切法的总相。是空相啊，万法皆空啊，这是观总相。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这个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确确实实不是真实存在啊，都是心念变现出来的啊！如果没有心念，一切法都不会存在啊，尤其是物质现象。所以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六百卷大般若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般若经里讲诸法实相，无论是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啊，心经玄奘大师翻译在佛门里面流通最广啊，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许多都是把心经作为早晚课啊。心经是观空的，开头第一句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你看，用般若智慧去看它，这两种都不存在。
啊，物质现象是从受想行识来的，相宗讲得很清楚。啊，相宗讲阿赖耶的三细相，意念不觉就是业相。啊，意念不觉没有原因，也没有先后。啊，就是一念，这一念是妄念。啊，由念皆妄。佛法讲正念，正念是自信，本无动摇。啊，它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这是正念。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理解，放下起心动念，那个时候正念就现前。啊，因为起心动念呢，就是无明，就是一念不觉。什么时候呢？就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他方此处，没有。时间空间都不存在，假的。啊，时间不存在，没有先后。空间不存在，没有距离，没有大小。啊，这是大乘佛法所讲到的宇宙万物。啊，今天科学家他们研究的结果跟佛经上讲的越来越相像了。啊，他也这么说法了。啊，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它有道理。如果是真的，佛不会让我们放下。啊，实际上它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要是执着去分别它，你上当。啊，你迷了。啊，哪一个不迷啊？设法界每一个众生都是迷惑颠倒啊。啊，四圣法界比我们强一些。啊，他们知道事实真相，但是没有证得。啊，像我们现在的情形一样，我们从经本上知道的，啊，不是我们亲证的境界。啊，只要亲证，他就出十法界了。啊，你自己真正见到诸法实相啊，你就出十法界了。那见得上叫见性。诸法实相就是见性。啊，见性就超越十法界。天台家的中甲观三观，三执三观呢，他都成就了。啊，他所证得的位次就是华严经上的初住菩萨地位。啊，其实每一个人所证得的前身不相同。啊，个人根性不一样。根力的一次可以证得好几层。啊，从初住、二住、三住、四住一直就上去了。啊，下根之人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提升。啊，从初住到二住，二住到三住，他是这样提升。啊，所以每个人呢，
修行正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关键实在讲呢，现在我们知道全都是在放下。如果你一听，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成佛了。成佛之后见思尘沙烦恼习气全断了。无明断了，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你在十报图里面还有阶级。41个阶级。完全讲习气。习气难断。佛告诉我们，多久的时间无明习气的断尽，在十报庄严图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长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视无明习气的断干净。断干净那是真正究竟果位的佛陀，妙觉佛果。这个时候他不住十报图了。十报图也不是真的。他回归于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信。他证得圆满的自信，回到常寂光。常寂光那不可思议。科学对他是无可奈何。因为他没有现象。不但物质精神现象没有，连自然现象都没有。这个位置才叫真的大圆满。此地讲的住惑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大乘教一般的来讲呢，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就是住惑。天台是用三观的方法。看破，看破之后，你得把三种迷惑放下，这就成功。如果看破不能放下，那就没法子了。这一桩事情，谁都帮不上忙，完全要靠自己。佛能够帮忙的只是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这佛帮得上忙。帮助我们看破。可是放下帮不上忙。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佛菩萨帮我们的忙，就像学校老师教导我们指导我们。功课要自己去做，老师不能带你做功课。所以看破老师能帮忙，放下决定是自己。这个别人没法子。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诸位也要晓得，在现前的阶段，特别是最近十年，过去比较少，最近这个十年越来越多，通灵的、附体的，我们见到很多，来干什么？来求超度的，超度。是我们对他讲经说法，诵经拜佛，将会功德回向给他。他能得到受用？真正得到受用，是他自己要开悟，自己要放下。我们只给他一个赠上语言而已。我们做这一堂佛事，比如三十心念佛事，他参与。佛事里面，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他回头了，觉悟了，真正忏悔了，他的理由，真正忏悔，发愿求生净土，他就真往生了。我们跟他做出正常人。不给他做正常人，他没办法。所以超度效果有多大，还是靠他自己。那我们做这些事情帮助他的时候，要真诚，要恭敬，他才能受益。如果我们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给他开示，他听得很模糊，听不清楚。所以真诚恭敬比什么都重要。帮助鬼神跟帮助我们人是一个道理。现在似乎是人比不上鬼神。这什么原因？鬼神知道苦。所以他求出离六道的心切，求往生的心真。现在多鬼神比多人好多，人不相信，人没有真诚恭敬心，所以听教讲得再清楚，讲得再透彻，他都听不懂，他听得不开悟。鬼神用真心恳切的心来学习，他得的利益比我们人得的多，道理在此地。用空观是观一切诸法的离体，
啊，万法皆空啊。像量子力学家观察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看透了，看清楚了，原来是意念的累积产生这个假象。这种假象就像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出尽，灭尽。啊，它不存在呀。我们以为它存在，是因为看到它的相虚相。啊，你要看到它的本质，它本质不存在。没有这个东西。啊，普朗克说他的基础是意念。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啊，所以佛经上讲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呢，这个道理科学家证实了。啊，这个相是法相。啊，我们六根能接触到的，我们都称为它是相分。心生的。啊，或者我们把一切现象呢分为三大类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从心生，这个心就是自信，就是经上讲的发心啊。至于它怎么样生的，这种智慧叫道中智，菩萨知道，藏教、通教不知道，他只知道总相，啊，只知道万法皆空，了不可得，这个他知道，所以他不执着了，执着放下了，但用空观，破见思惑，就见思烦恼。华严经成为执着，不再执着了。假的啊，不得言辩啊，他破法，他破一部分，没有完全破掉，因为他还有分别，他还有妄想。啊，他只能超越六道，他还不能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他破一部分呐、啊。别教先以空观破见思惑。啊，别教是大乘，不同于前面的小乘。啊，他是真纯大乘。啊，他先用空观，跟藏通一样，用空观破见思烦恼，但是他又用假观破尘沙惑。啊，尘沙惑是什么呢？是分别。华严经讲的分别，他不但不执着了，他连对假象他也不分别了。啊，假象不分别，他得到平等性了，分别就不平等。啊，放下了分别的时候，平等心现前，
凭的是真心啊。啊，比藏通啊高明多了。后以中观破无明惑，无明是妄想，无明未尽，已不得言辩。破无明啊，中观破无明，但是无明没尽，没有真的圆满的大觉，他是菩萨，他没有成佛。所以也不能说变啊，破法变呢啊也没有。经圆顿教三观啊，那要把这个诸惑破尽啊，得要用圆顿。圆教、顿教，啊，三观只在一心，这个方法就殊胜了。啊，三观不是次第的，是同时的。心空故一空一切空，即诸法皆空啊。空则三合俱破，见思尘沙无明，这三种都破了。心假，心是假的，一切假，诸法皆假，没有一法不是假的，这三谛皆离了。啊，你知道它是假的，他就不爱死了嘛。假观是从相上说的，空观是从性上说的。啊，所谓是。相有性空，有不是真有，叫妙有。空不是空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叫真空。啊，大乘里面讲真空不空啊。能生万法，妙有非有，当即皆空，了不可得。三合俱破，三谛
建立。啊，真假中，心中孤一种，一切中啊，一中一切中，皆诸法皆中，中则无惑不普，无理不显，故应变。啊，知道什么呢？空有是一桩事情，性相是一，不是二，不能分的。你才把事实真相真正看明白了。啊，真搞清楚了。所以，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是假的，没搞清楚的以为他有，你执着他，你不肯把他放下，真搞清楚搞明白了，自然放下了。啊，这一放下呢，事实真相现前了，无离不显，这一切事的理性你全见到了，这叫明心见性。一切法的性就是自性啊，性是一个妄境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自性清净圆明体啊，从这一体，这个体是空的，空不是无啊，它能现象啊，能生万物啊。所以从一体起二用啊，这个二用就是正报跟依报，正报是自己，依报是我们的环境，环境里面有人，人也是依报，佛也是依报，菩萨也是依报，妖魔鬼怪也是依报啊，这个通通叫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另外一部分就是物质，这个现象的时候是物质环境啊，这环境有没有呢？有，假的，不是真的，正如同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在梦中有自己，自己真宝。啊，梦中里面的境界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一生一切生，在做梦的时候，我通通都有了现前了；睡醒了之后，全灭了。啊，依报真宝都没有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醒了就没有了啊！永嘉大师真道过上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如果你真的阿罗汉果了，就像一场梦醒了，哎，做了六道轮回的梦，六道轮回不见了，醒了之后是什么状况呢？死生法界啊，殊不知四生法界也在梦中，六道是梦中之梦，梦里醒过来了
啊，再一次的觉悟又醒过来了，哎呦，四圣法界不见了。啊，醒过来是什么样子呢？一真法界现前，就十报庄严土现前。这一醒过来，啊，自己确确实实就生在这个十报土。啊，我们一般讲呢，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里面一个特区。啊，无比的殊胜庄严。啊，这个特区。啊，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里主持的。也是阿弥陀佛创办的。真的像梦醒了，哎呀，恢复正常了。这想到是做了一场大噩梦啊。啊，那梦中的事情自己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用这些比喻，要我们从这些比喻里面细心去体会。若上啊，上面所说的善巧安心，祸破离险，那就不是根破了。啊，第三段里面讲的善巧安心，我们就把烦恼习气放下了。心安理得了，你看，道理理得就是离心，事实真相，你明白了，你看到了，啊，为什么呢？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放下。不再干这个事情，你去见性，那就不必更破了。这第四条就用不上了。有未安故，那第三条叫你安心啊，善巧安心，你心还是不安，啊，那就要用这个破法病。啊，故须此法，啊，故须此破法变，啊，那就由此必要，啊，用这个三谛三观来帮助你，啊，心要是安了就不需要了，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越来越明显，学佛同学。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那根性里头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信不相信，你能不能理解？啊，这个里头又关系到你的心清不清净，这关系大了。心不清净，心浮气躁，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十条对你都没法子帮助。
啊，你要把心定下来，按下来，佛法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些开导功德无量啊！如果对一个心浮气躁，信心不具足，对他不产生效果。那不真产生效果怎么办呢？那只有随他去了。过人因果，过人承当。啊，继续搞轮回吧。啊，那么这一次遇到佛法，阿赖耶里面下了种子了。啊，这是现前你所得到的利益。这个种子，佛经上比喻作金刚种子，难能可贵呀！它永远不会坏呀，来生后世乃至无量劫之后，如果你碰到佛法了，它起作用啊！它再听啊，第二次听，听的就懂得多一些了，这就是常识熏修嘛。啊，像我们读书，一遍没读懂，读十遍，哎，有点味道了；读100遍，味道越来越浓了；读个300遍、500遍，好像是有点欺辱了。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1000次的熏习，明白了。啊，我们在六道里头，熏习不是一时一时连到的，如果一时一时连到的，世事就不得了。啊，不是一时一时连到的，你看你死了，未必来生的人生呢。啊，李世民附体告诉我们，他死了以后到畜生道去了。啊，畜生道死后时候，他又到人道来了。人道死了之后，又到地狱道去了。他不是一时一时遇佛法了。六道轮回自己做不了主啊，这个麻烦大了。随着业力牵引，李宁命中时，哪一个业力强，他先带你去了。啊，那么我们阿赖耶里头有佛法种子，佛法种子很弱，它不起作用。啊，情执很深，他来做主当家。啊，过人，过人的业力不一样。啊，你通通看透了，看明白了，六道很可怜呐。业因果报啊，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如果是迷，造业越造越重，越陷越苦哪有乐啊？
啊，所以前面一个方法帮助你得不到效果，再想第二个办法。啊，一共提出十个，十个都帮不上忙了，那就归净土了。啊，净土你真正能信，能解。啊，能行，你决定的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就不怕了，那真的是得了安稳了。啊，那个地方的寿命长，课程好，啊，都能够随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契机契理，你在那里学习成就快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上学，那个地方毕业了就成佛了，就叫佛陀。佛陀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啊，阿罗汉在方便有余土证得。菩萨在十报庄严土证得，佛在常寂光土证得，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啊，只要能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好，你一生当中决定能证得佛果。啊，一个都不漏啊！老师告明，课程是发心，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五段，十通色啊，得认识通，通达的意思，为菩提涅槃六度等法，其心虚通啊。二能显法实相之理，皆名为通。啊，菩提是觉，觉性没障碍。菩提是梵语，啊，大乘教一般翻译，多分都是翻作觉。啊，你看古来祖师翻经，经上最重要的一句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完全可以翻成中国文字，他没有翻，还是梵音保存原音啊，这在翻译体例里面称他做尊重不凡。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佛学什么？就是学这个东西，不是求名闻利养，不是求功名富贵，
是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要是翻成中国的意思，阿这个音是中国的字里头的无，六多罗是上，无上，三是中国意思正，啊，藐三藐，藐是等，啊，平等的等，三是正，菩提是觉。啊，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学佛求什么？就求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里面含着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从底下往上看，第一个阶段就是三菩提。三菩提翻成正觉。啊，第二个呢，比这个更高一层的呢，叫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是菩萨。啊，正等正觉。啊，最高的呢，再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陀。啊，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佛教大学，阿弥陀佛是校长，啊，三个学位呀，无上正等正觉是博士学位，正等正觉是硕士学位，正觉那就是学士学位，啊，得到这个学位，得到正觉的，称他做阿罗汉。啊，阿罗汉是学士。啊，如果他得到的是正等正觉呢，他就叫做菩萨。菩萨是相当硕士。啊，他要证得究竟圆满了，无上正等正觉，称他做佛陀。啊，好比说博士，最高的学位。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佛。菩萨阿罗汉是佛教里面学位的名称，那再跟你讲，像地藏菩萨，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学位里面加上你所学的科目啊，文学博士啊，理学博士，数学博士啊，语文博士，你学的不一样，是菩萨名称是这个意思啊。啊，观音菩萨可多了，无量无边数不清啊。啊，观音菩萨，譬如说是理学博士，这这这。学理工理学的人多 啊，工学博士学工学的多啊，医学博士学医的多啊，啊，这些菩萨名称呢，是菩萨上面加上他所学习的，是这个意思，不是一个人呐、啊。你说观世音菩萨，你认为他一个人错了？哪止一个人呢？啊，菩萨是硕士，啊，文学硕士，文学硕士多少人？太多了。你指定某个人，还得把名字加上去。啊，某某某文学博士，那专门指他一个人。这个要懂。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佛门里头或者佛门以外称某人做菩萨，什么菩萨菩萨，你就不会执着了。
啊，你称他是观音菩萨，他是不是西方三圣站在阿弥陀佛旁边那个观音菩萨？不是的，观音菩萨太多了，站在阿弥陀佛旁边不是的，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啊，某某学校教务长，啊，观音菩萨是他的学位的名称，他得到这个学位了。啊，极乐世界是学校，校长是阿弥陀佛，啊，教务长是观音菩萨，啊，训道长是大势至菩萨。得搞清楚啊！啊，佛不是一个人，阿弥陀佛也不是一个人。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阿弥陀佛是所有诸佛共同的称号。啊，因为他的意思是无量觉。啊，哪一尊佛都是无量觉。啊，所以只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可以称为无量觉。啊，可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就他特别。啊，特别在哪里呢？他发四十八愿，他建立极乐世界。啊，这一尊阿弥陀佛。啊，不是一般的阿弥陀佛。啊，所以佛家这些名称呢，叫通号啊，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啊，而且受菩萨了，大菩萨、小菩萨差别很大。华严经上我们都看到菩萨51个阶级。啊，这51个阶级通通学文学，那都叫文学菩萨。啊，他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到51年级。那程度相差太大了。啊，一年级不能跟十年级比，十年级不能跟20年级比，那差远了。啊，51个阶级。啊，第51个阶级是等觉。等觉修满了就毕业了。毕业才是妙觉，才叫成佛。啊，博士学位拿到了。啊，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佛法确确实实，它跟宗教不一样，它跟学校很相似。啊，确确实实它是教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个个都是无上真等真觉。这是你迷了，你不知道，你才变成凡夫。啊，现在设立这个学校，帮助你回头，帮助你回归本觉。是这么个意思。
涅槃也是其心虚同啊，涅槃是不生不灭。啊，在中国古已翻作灭啊，像这个四谛里头，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梵语是涅槃啊，灭什么呢？灭烦恼啊，灭见思烦恼，灭尘沙烦恼，灭无明烦恼。啊，这都叫涅槃。啊，心义里面，也玄奘大师以后都翻作缘起。缘是功德圆满，即是清净即灭。这个意思也很好。啊，即跟灭的意思相同。缘就是自信的心德。如果烦恼灭掉了，自信圆满的心德就现前了，就这个意思在。啊，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等能，有圆满的相好，样样圆满，没有丝毫欠缺，这你自信里本有的啊，所以缘起这个意思也非常好啊，千万不要误会啊，把涅槃当作死，那就错了。涅槃不生不灭啊，可是真的有不少人呢，把这出家人死了都叫入涅槃了啊，或者都叫圆寂了，错了啊。以前李老师给我们上课常常提到啊，人活着不行啊啊，人家都不赞叹了，可是死了之后都成佛了，都叫磨磨圆寂了，圆寂是成佛了啊。那哪一个不死呢？死了都成佛了，不必修了吗？啊，就这是对于佛法里很多名词术语啊，没有真正了解啊，把它错用了。六度六波罗蜜啊，性质也是虚同的，不是持戒忍辱啊，像这一类大乘教里面所用的这些方法都能够显发实相之理啊，都能够帮助你啊，显是明显，法是开法，一切诸法的真相啊，实相就是真相。你能够对于万事万法的啊真实的理搞明白了，这叫通啊。啊，我们的认识这些东西好啊，能通诸法实相。可是你得真干啊，你不真干不行。布施什么？布施就是放下。
啊，放下里头最重要的，放下自私自利。把自私自利布施掉，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就通了，你就通到实相之理了，就通到自信了，啊，就能见性了。啊，《华严经》上讲，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你就证得诸法实相。啊，《大乘教》里面一样，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放下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就执着。放下尘沙烦恼，尘沙烦恼的分别，放下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是妄想，就明心见性了。啊，真的他通实相之理，通的反面是色，色是什么？不通啊，色是闭色，不通啊。啊，什么东西不通呢？生死是不通，烦恼是不通，六弊是不通，六弊就是六度所对治的。啊，布施是对治贪婪的，这个贪心不得了啊！现在这个世界，啊，随便在哪里看看，到处都是的，哪个不贪呢？啊，贪什么？贪利、贪名。啊，第一个对象。是利啊，第二个对象是名古人把名利名放在前头，现在的社会是把利放在前头啊，这个东西是必须决定不能进行啊，所以佛用布施来对治贪婪的用持戒来对治破戒的用忍辱来对治懈怠的，懈怠懒惰，这是大障碍啊！啊，忍辱是对嗔恨。精进是对懈怠的，禅定是对散乱的，般若是对愚痴的，贪嗔痴、破戒、懈怠、散乱，这六个叫弊，弊色。
不通实相之理。啊，他通哪里呢？他通三恶道，通畜生恶鬼地狱。他是反方向的通，其心昏暗啊，这心是心智啊，跟前面不一样啊。啊，前面给你讲的菩提涅槃六度，其心虚通，这个心智是昏暗啊，能亦能闭塞实相之理。那他不通啊，不能显法，借名为色啊，这是你要认识他。那我们的路啊，我们要走通的这条路，不能走闭塞的这条路。啊，假如我们真的搞清楚了，这个六臂它是通三恶道的，六度是通明心见性，是通大菩提的。我们在这一生中应该走哪条路？你自己不就明白了吗？你要搞贪嗔痴慢，要搞迷惑懈怠，你的前途是黑暗的啊！现在无论你怎么样的荣华富贵啊，如何荣耀啊，像唐太宗，那还得了吗？啊，他确实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啊，以武力夺取政权，杀人很多，当时不知道啊，死后堕地狱才晓得，杀人是要偿命的，欠债是要还钱的，没有什么便宜好占的。啊，古大德劝导我们，吃亏是福，有道理啊。人生在世，吃一点亏，好事情，不是坏事。啊，消业障，增福慧，不是坏事。啊，为了小利，啊，拼命去争取，伤害一切众生，后患无穷。啊，给众生结怨仇，冤冤相报，是何时了？这大错特错！啊，明白的人不会干这种傻事。世界上古往今来，真正明白人
他们选择的行业全是教书，孔孟教书，啊，释迦牟尼佛教书，啊，穆罕默德、耶稣、摩西，哪个不是教书啊？真正聪明人啊，真正知道事实真相，若一开言之，如前破乏变种，所破诸惑为色，能破之乏为通。那诸惑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是色啊！啊，能破之乏啊，用空家中三观。啊，这是通啊！若别途言之，于能破观法，复起爱着，一名为色。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能破之法，之法空家中三观，那在此地呢，想六度，啊，这我们常讲啊，三学六度啊，菩萨普贤菩萨十愿，如果对这些方法产生了爱、喜欢，又去执着它，哎，又错了，它就不通了。啊，因为你起爱着，着是着相，执着，叫你放下了。记住，佛在《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嗯，佛法要不放下了，佛法就变成色了，不通了。啊，佛法也得放下，真的通了。啊，你才能见性。为什么呢？世间法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世间法为什么是假的？因缘所生法，佛法还是因缘所生法。啊，跟你说了三个学位，你真的以为有阿罗汉、有菩萨、有佛，你就色了，你不通了。啊，所以大乘教常讲啊，佛法是一法不立，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一法不舍。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一法不立，是万法皆空，佛法也空。
一发不舍，是万法都建立了。一发不舍，佛菩萨行中道，两边都不执着。啊，空有都没有爱着，这叫行中道啊，这叫大圆满。啊，所谓于通其色，啊，这是修行人常常犯的毛病。啊，此色虚破。啊，这个色，譬如用六度来讲，啊，六度所破的对象，那都是色。啊，不施破贪的。持戒是对破戒的，忍辱是对成慧的，啊，精进是对懈怠的，那都是色啊。啊，禅定是对散乱的。我们今天讲，心浮气躁，那是色啊。啊，般若是对愚痴的，啊，这个色要破，用六种方法得破，愚色得通啊，啊，色没有了，不就通了吗？此通须护，这个通你要懂得保护，但破色存通。这个道理一定要讲究啊！六臂没有了，六度有没有呢？有，不执着。为什么？因为还有许许多多众生。有六色之变呐、啊，有这六种变呐、啊。这六种药自己不要了，自己通了吗？病好了吗？别人要啊。你不是发了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自己通了之后，帮助那不通的人，不通的人。根性不起，绝大多数的他对经教所讲他不相信啊，那不相信啊，你就做出来给他看，他就相信啊，所以叫演说嘛，的表演，先表演，然后让他生起信心，你再把这个法子教给他，他相信，他真肯干了，哎，他也把他的病治好了。这个方法不能少啊！这个方法要善巧合用。啊，所以我们治自己的病，佛法是药，这个不能不知道。对佛法决定不能有贪念，啊，对佛法不可以执着，啊，执着只有一个例外。念佛人智持名号，这是佛说的，除此以外
佛没有叫你执着，对一切法都不执着。啊，但是对于念佛人求生净土，佛叫你执持名号，你对于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你尽量去执着它，你不要把它放松。为什么？叫待业往生。那不执着名号，那就不待业了。啊，不待业，你不能往生。你做不到啊，你并没有治好啊，啊，病通通治好了，不待业可以往生，啊，也就是，你看我们这部经里头，三辈往生，经文有四段，前面三段，上中下三辈，啊，最后的一段，慈州大师判之为业心三倍，那是什么？不是修净土的，修其他法门的，修成功了，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能往生，不管修哪个法门，你修的真功夫真得力啊，也就是说清净心现前，心净在佛陀前，你用六波罗蜜修成的清净心啊，用戒定慧三学修成的清净心啊，你用基督教圣经修成的清净心，你用古兰经修成的清净心，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行不行？行，通通得生啊，只要心清净，跟他的条件就符合。啊，我们念佛还是要念到心清净，心不清净不能往生。啊，业障深重的人，就希望在最后临终那一念是清净心。啊，就是那一念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哎，他就决定往生。这是无量法门里头独有的一门，其他的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啊，我们业障深重啊，自己清楚啊。我们除这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我劝导同学们，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得把心换一换，换成阿弥陀佛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全放下了，你决定得生从事上讲啊，要从理上讲呢，那更殊胜了，你往生的品位更高了。理上就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啊，我们经常念过啊，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不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不是把他度成阿罗汉，度成菩萨，通通都成佛，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
四十八愿，愿愿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还得了吗？这才真正是大乘究竟圆满。啊，我们念念想着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念念想着我要帮助他们回归到佛位，啊，回归到佛境界。阿弥陀佛，怎么个信呢？啊，离世都明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凡圣同居土也是上辈往生，不是中下辈。上辈往生跟诸位说，自在了。啊，自在到什么程度？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站着去就站着去，想坐着去就坐着去，决定没有病苦。啊，都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后面两句中峰禅师说的，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那都不必说了，那是附带的。啊，只要你心是阿弥陀心，你居住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没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啊，阿弥陀佛也没离开我们的身心。啊，凡夫不知道啊，迷惑颠倒啊。所以，通要护，叫护法，色永远别让它再来，要防范啊！破色存通，就是断烦恼，存菩提。断六臂，存六度，就这个意思。断贪嗔痴，存戒定慧，啊，戒是对治贪的，定是对治嗔的，慧是对治愚痴的，啊，戒定慧是对治贪嗔痴的。所以佛是教导我，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六道凡夫，无始劫来习惯于闭塞，对佛法里面所讲的通达很生疏啊！啊，所以稍稍通了一下，哎，马上又堵塞了，
就不通了。这个通真难啊！啊，也就是说，你的贪嗔痴慢疑常常现起来。啊，你的六波罗蜜常常忘掉了。我们一般讲生念呢，啊，把六度的这个念头忘掉了，常常忘掉。啊，不想忘掉的，常常忘掉。想把它忘掉的，哎，常常现前。这什么？叫烦恼习气，很难断。啊，在方法里面，实在是以念佛为最方便。古大德说得好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是禅宗大德讲的。觉是什么呢？提起正念，时时刻刻能提得起三虚六合啊，三福六波罗蜜，常常能提得起。一切时一切处啊，常常能提得起，功夫就得力了。这个得力不是偶然来的，决定是得自于常时熏修，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才能得到。啊，我们不是一门，是多门，多门是三乱的。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力不能集中，这是很大的伤害，这是闭塞。啊，一门容易通啊。一通，一切都通了。啊，不通呢，全都闭塞了。啊，理搞清楚了，方法有了。佛在经典上给我们提出很多方法，有了。啊，依照这些方法来对治。我们才有方法克制烦恼啊！这方法有力量了，有能力克制烦恼啊，有能力把这个闭塞打通啊，在这一生当中，才能成就菩提道。诸多的方法、法门，我们接触到了，了解了，明白了。啊，我们要用哪一个方法？智慧的选择，我们没有智慧，不知道怎么选择。那释迦牟尼佛带我们选择了，提供我们做参考，我们想想可不可以接受？啊，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那佛说在末法时期修净土容易成就，可不可以考虑？很难。如果接触净土，就能相信，就能理解大善根。啊，上上根人，上中下都不行，那怎么办？必须得浪费一些时间，啊，浪费个10年、20年，你在各个宗派法门里面去观察，然后再确定一门。啊，我初出家的时候，我学佛7年出家。啊，学佛大概10年前后的样子。啊，因为我常常在外面讲经，听众里些老居士，学佛30-40年，都学得很不错。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他都接触，他都学过。啊，而且那些老师都是很著名的大德。啊，年岁大了。啊，最后呢，他觉悟了，无论学哪一门，都不得受用。啊，80多岁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告诉我每一天念30000声佛号啊，他是精进啊，退休了，住在乡下啊，乡下早晨起来到外面去散步啊，散步大概要3个小时啊，清早起来也是运动啊，一步一声佛号，走30000步，念30万声佛号，这就是他的功课。来告诉我，我赞叹他，我说你完全对了，你真的把门路找到了。啊，老年人养生之道，散步是最好的。啊，慢慢走，不要走得太快。啊，一步一声佛号，又能摄心。啊，这肯定往生啊。啊，年岁大了，再不能工作了，都要办来生的事啊。这一生已经了了，来生怎么办？不念佛，那就得搞轮回啊！啊，想想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是善。还是有我，是功还是有过，好好反省一下。纵然不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出不了六道轮回的人，肯定在三恶道住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肯定。啊，想到三恶道苦，
三恶道的可怕。我们就不能不念佛，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现在确实摆在面前两条路，一个是无间地狱，一个是极乐世界。我们一生没杀人，有没有杀害动物？想想，太多了。你能说得清吗？越想就越可怕了。我父亲在世，晚年遇到中日战争，他从军，做个军人，在军队里面管武器，军械管武器，所以这枪支子弹就太容易拿到了，拿来干什么？打猎了。每一天打猎，早晨清早天没亮就起来了，把我们叫起来，跟着一起去打猎。天天杀生啊。这人是个好人，很善良啊，那就是杀生啊。走的时候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我读了金刚经，想象老人家走的时候状况，我都汗毛直竖啊。才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我们看到是花报啊，果报在哪？果报在地狱。将来到畜生道得还命。生前不知道佛法，不知道因果。那一幕我学佛之后父亲表演给我看的。我对地藏经里面所说的一丝毫不怀疑，句句都是真实话。所以老师教我不要去做官，我跟佛有缘分，出家讲经教学，学释迦牟尼佛，我听话，张家大师教我的。我一生就走这个路子。虽然这条路很难走，三宝加持，
啊，遇到一个听众，韩馆长，他们夫妻俩。啊，帮了我30年。啊，也就是帮助我讲经教学30年。才有先前的成就。如果没有那30年的帮助，这个路就走不通了。啊，不还俗，那一定就是赶尽忏去了。啊，搞金忏法师去了。啊，去护法太。啊，三个老师是教学方向途径，我明白了。没有护法，这条路走不通。啊，有这么两个好护法，这条路我走通。啊，他们的功德圆满，啊，往生今年13年了，14年，啊，每一年他老人家的忌辰，3月5号。这一天我们都是有追悼纪念啊，到澳洲来我们也是每年做啊，有人告诉我看到韩馆长来应供啊，身边还有很多出家的比丘尼跟他一起啊，我知道他在天道。啊，这几年应该可以往生了。啊，韩馆长，往生。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们有一套，那个时候是录像带，应该把它找出来，转成光碟。啊，每年在祭辰呢，把这个放一遍，大家看看。佛门里面有这样的护法的人，正法可以救助啊！这个护法太难太难了啊！菩提道上许许多多的障碍呀。他们都能替我化解啊，嫉妒障碍这最严重的啊，一直到现在啊，中国大陆我都不能回去，你障面多大啊，在国内我2位护法啊，真正是知心之教啊！啊，赵朴素老居士、明山老和尚，
这两个人往生，我在大陆上没人护持了，正法能不能久住，关键在护持。有护法的人，正法可以久住；没有护法的人，佛法就会衰灭。所以，释迦牟尼佛把护法的工作嘱咐给国王大臣，所以中国历代帝王护持佛法，在中国那么样的兴旺，有道理。没有人护持，佛法就断掉了。我们念念不忘韩馆长。在我心中，跟我三个老师分量是平等的。没有老师不认识佛法，不知道这条路；没有韩馆长，这条路走不通。我这一生成就就这四个人。随着幕后这一句，我们念一下好了。由上破法变种，修之为物啊，复恐于同其色这个是一定有的现象。于色无通，所以立此通色一门，简比破法变这个简就是检验。在检验前面讲的破法变，令于色得通，于同无色，故名色通色。所以这个不能不认识清楚。真认识清楚了，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困苦艰难是决定不能避免。现在众生福薄，不能跟古人比。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